四日，据央视新闻报道，贵州铜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遭受特大暴雨袭击，造成该县一农贸市场发生严重内涝，整条街店铺被淹，一片汪洋。受灾过水商铺约40余户，内涝面积多达6800多平米。视频画面显示，洪流从该农贸市场门口奔涌而下，聚集在沿街路面，现场一片汪洋。因排水管道堵塞，洪水从防洪堤奔流而下，形成一道近百米宽的洪流瀑布。消防员立即使用工具疏通下水道，并沿街疏散被困群众20余人。在人员成功转移后，开始转移群众物资。有女子跑向消防员求助，称母亲被困在了农贸市场里面，求求你们救救她吧。受强对流天气影响，思南县牛角岩一座铁索吊桥在风中翻覆，消防指战员在洪流中酣战8个小时，营救出5名遇险民众，疏散转移群众20人，并疏通下水道31处，成功泄洪。此次洪涝灾害暂未造成人员伤亡。
西的美酒。风吹散，然后你把它拧成麻花那个样子的。那个两边的那个护栏还有那个桥，现在已经是一个清洗状态，人都过不了的。